备，车内录音录像已开启，请您系好安全带，不要谈及个人隐私等话题。滴滴安全预警中心，持续关注您的行程安全。他导航要这样导，每一次都会导错。你看看前面有没有那个消防栓，你走得进去吗？但是你走到这儿就可以直接走过去了，剩下10米还是20米吧。你的意思是我走进去，因为我每次自己开车。导航是这样导的，他就这样导的过去。那你看你喽，你如果方便，你还是最完美的，就是进隧道，一掉头我就到了。等一下，跟
前天回来，然后回到家以后快12点多了，然后睡的时候快1点，早上起来6点多起床，然后我就开车开到那个红绿灯口，我就睡着了，开车开睡着了，我说不行。没有，我今天开始就开始打顺风车了，我就不开车了，我在路上还能睡一会儿。没有，我很少有这种情况，我下次老老实实住酒店。那不至于，我就是9月份课多，十月份和十一月份就4天的课了。那我就拼房就好了，我就是想试试走读。行，是的呢，我就不那个不走了，来回跑。是等红绿灯，把车停好了睡着了，并不是说开着开睡着，那我还不至于。都是那种玩弄学，你要是，但是你。
我找棵树好好吸吸精华，然后再去唱歌。早上起来就是呼吸，然后就是精华。
们也没事，连皮儿都没破，就一点问题都没有，人家自己爬来走了。其实一点都不累，因为我们上次也是那么玩过来。